台湾以后最重要的蝴蝶种类哈，大台湾是世界第一啊。成功乡文教基金会执行长用豆芽片向前总统李登辉说明整个社区发展的立场，在九二一纪念日要来进行，请立地方进一步了解桃美社区如何为受灾农村转型发展观光的成功经验。更加重要的是，就是要帮助灾民心灵改革。心灵安定，外人要安怎去管理？咱最重要就是安怎呢？就是心灵的改革啦。基金会嘛，带着李登辉参观整个恒区的营运状况，看到恒区内底有社区妈妈亲身做手工艺品，相当精密实用，马上就提出新代票来交关。同时，伊嘛呼吁中央政府应该多多来了解地方，才会当知影人民真正需要是啥物。地方嘛，啊，无好是你中央你比啥用？知影嘛，对不对？哦，啊，现在呢，实在讲起来呢，中央遐个人呢？叫伊来看啦，看你伫做啥物代志哦。啊，这都是实在呢，为了台湾个国家呢，要发展的一条路啦。所有的蝴蝶食草其实就是这样一直不断的造窝。铁头钢菇从树啊种在土内底，李登辉嘛用家己的双手为蝴蝶打造一个适合的生活空间，同时嘛希望借着目前环保观念受到重视，让大家知影大自然永续发展的重要。那除了简报之外，我们也会李总统。他留下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见证，就是为我们种下了一颗青冈栎蝴蝶的食草。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延续，可以让整个埔里跟台湾的发展可以延续长存。回到乡风互相赠送纪念品，为这一届参访做一个圆满的结束。李登辉对着埔里转型变成生态声音，发展绿色产业，也留下一个真好印象。记者家己采访报道。